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豹子腿方长勇。我们今天来到那个南投国姓乡参加一个咖啡节的记者会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记者会，那也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记者会。对，这是我第一次拍 vlog， 敬请期待吧，我也很紧张。南投国姓咖啡节，咖啡听说很厉害啊。店长小拇指为什么这样？十五啊。告诉你，一个专业喝咖啡的小指头就这样翘。好，我们的贵宾手上有一杯咖啡吗？可以拿着咖啡。前段很苦，中段也很苦，我再品尝一下尾段。真的很苦，这个咖啡真的是哦，没有加糖我真的不习惯。香是很香啊，不过没有加糖我就真的不习惯。所以咖啡这个东西，不是加牛奶就是要加糖，对我来讲。哇，在玩水了哦。哇，你拿这么大支的枪哦。哇，巨人，好的皮蛋。经过了一轮的激战，好喘，好累，不过很好玩。好久没有这样子玩水了，拿着水枪跟大家这样子一起互动，真的很好。这个地方这个活动真的很棒，看还有泡泡。Hello， 大家早。经过了昨夜的一日激战之后，今天又起了个大早，我们要去吃早餐。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那可以到主频道去看看吧。Oh my god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就吃早餐了。Let's go。看一下度假村这里真的是蛮大的，移动都要需要高尔夫球车。我们住的地方跟餐厅其实是蛮近。
走看看吧，这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。嗯。